欢的人的话，你会选择怎么表白？树。挑事儿啊，这是。就可能会，就是可能就是天天出现在他在他周围吧，就是每一天出现在他周围，然后可能就是好玩一点啊，然后就是我的妈呀，我可能不会直接就表白，对，可能就直接表白，那个可能失败率会比较大，所以就是你得先就是玩在，你是吧？然后之后再那个是吧？来自一个28岁的人的一个给你们分享的一点啊，所以就陪伴。要脸蛋还是要身材？身材。战哥有没有看到让你笑出的东西？王一博与机车店女老板合照。不是女老板，就是我买车店里面老板的那个员工，然后就很喜欢我，就是大家一起合个影，然后那天我就骑车把车骑过去，然后就是拍张照片。感情这么好，有没有分别从对方身上学到什么新的技能？但是就他有教，哎，什么？你要说我教你喊练舞啊？可以发挥对这个镜头。欢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的短暂。哇，老王，你的自拍，在欣赏。欢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短暂，那么的短暂，让我们欢聚，新浪娱乐，再一次。欢聚新浪娱乐，期待下一次我们再次欢聚新浪娱乐。肖战，就你回家的时候，回老家的时候，会有人问你解决个人问题吗？会啊。其实我现在也会被问，就我包括我妈妈也会问，就是说你想什么时候哪个年纪啊接触一下？我说，妈妈，我现在谈恋爱就等于失业啊。好实在的偶像。嗯。嗯，哈哈哈哈哈。